说在北京北普陀隐士城有一位居士啊，就是这个隐士城的经理，他出了几间房让我们居士们到他那里去念佛，是否如理如法，这个问题不必问了，你们自己看的那环境就好啊，那个环境如果没有人打搅啊，那你们就可以如理如法，是你们自己念，念得如理不如理，如法不如法。你要问我，我也没有去参加，也没有去看过，我怎么晓得如理如不如法呢？啊，一定要问自己。啊，有人提供场所，如果场所清净宽敞，啊，这都是很有功德的一桩好事情。